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气乐园。今天在国内的地方，亲属到大家的分享，我说冰了世界，大家有想好我们来老了的梦呢？还不全想到不怕哦，看下今天的福气乐园，大家可能就有想法的哟。今天呢，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高速泰鲁馆的陈永发陈大哥，同大家来介绍讲，泰鲁馆高速一个地方有一个文化驿站。到底一个文化驿站，特别内容系乜嘅？高速有乜嘅特别的素材可以分大家来聊聊呢？接下来欢迎我们陈大哥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咯。欢迎陈大哥。哎，俺主持人吼哈，俺天使头前的朋友大家好，因为俺来做高速泰鲁馆吼，俺是陈永发吼，也是泰鲁馆文化驿站的负责人吼，俺就讲到陈永发安尼吼，大家好。哦，欢迎陈大哥来到节目现场。哇，陈大哥，一谈到伢上瘾啊，都伢就提讲，哎，伢个去高速泰鲁馆来个，用个呢？因为泰鲁馆强，伢能提讲同伢能六队客家强，有失败无强哟，怎么？错，嘿，有咧，俺泰鲁馆强是台湾吼客家人唯一的强条。嗯，啊，所以讲俺不管去到呢，俺唔是看到人，俺只要谈到上，俺都提讲，你去听泰鲁馆人，马上都提讲，哎，一个同乡，一个非常特别的强调，啊，所以讲俺今嘛，去推广那个强调，嗯，俺保存那个强调，因为那是骨体树的，嗯，然后算这个地方，一个都特别的地方，好冇？真的是那个，算是除了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等下继续来同大家收嘅，唔过吼，俺想先强调陈大哥，俺的第一排谈到一个。泰鲁馆文化驿站呢？啊，到底一个文化驿站，其实做嘛个？啊，一个名诶，很用蛮耐诶，可以同大家收个一下嘛。俺咧文化驿站吼，最重要俺咧推动俺菜地诶文化。嗯。吼，啊，过来就讲啊，俺外本俺外地来人客吼，有咧接触点。嗯。吼，来欢迎进来，来是同俺咧接触，俺是推广，俺咧做几咧导览咧。介绍俺哋文化特色，哦，那唔会讲啊，紧来冇人介绍，唔提供那个俺哋文化，啊，你俺文化驿站地位有准备到俺嘅番薯里，农产品，俺在体验农产品啊，你，你本他家讲来，看唐朝文化驿站诶故事，唐朝俺哋文化十四宫嘅故事，嘛有。农产品吼带过去分享分安尼亲戚朋友啊。哦，嗰种文化驿站谈好嘞，迄亲像安尼一般嘞，旅客服务中心安尼观念，错冇？如果大家过去的时间，有个地方可以看到、接触到安尼泰鲁馆，也着文化有那条故事，睇地方可以参考，地方人，也顺便可以买一些电路过去，因为地方有亲到泰鲁馆的特产，错冇？冇唔错。哦，啊，嗰种。一个名诶，就直接用俺的高速的 QT 名泰鲁馆而来安名诶，错冇？错。哦，啊你 QT 名中用版位有很多泰鲁馆，泰鲁馆那个吼，当然也蛮有家故事哈。泰鲁馆所谓泰鲁馆，弄白有咧路方，有咧做咧关卡哈。因为弄白客家人也好，福建人也好，同原住民哈，他家拢有。三角关系哈，拢要上吊哈，尤其原住民拢白要所谓讲的出错哦，啊，所以讲眼界要做一个关卡哈，啊，有人过，有人外围人滴个过些拢要通过那个关卡，做一个眼小变样的哈，啊，所以讲咱要按到一个泰鲁馆吼那个名的安尼来。原来喺安尼来嘅，哇！嗰时候人能更加高速，又喺千体片嘅一啲绿队嘅乡镇吼，嗰时候有好多人，又有黑人，顺后呢又原住民，有个神嘅毛强嘅族群，嗰时候泰鲁馆嘅文化真是个体片呢。个体片。啊，你陈大哥，泰鲁馆文化驿站啊，成立都更加一多年咧。成立都已经四年啦。四年啦，啊，嗰时候喺唔提做嘅。消费历史上的时间推动来成立的嘛吼，错，你成立都更加对一个总体方的沙奇的本人来讲，今年对一个文化驿站有冇个回馈啦吼，也系讲平常时今年会睇文化驿站自家在做嘛个呀？俺文化驿站不除了讲对外来推广咧文化以外，俺对俺菜地做咧农产品的推广。
吼啊，阮客家的农产品来来是伫来文化驿站咧，强用来分推广分按每位人的银行来滴吼，啊也有限的朋友嘛做伫来讲啊来个聊聊，哦，客家广东按弄白的跳白的故事，哦，客家做咧参考安。哦，对我迄同大家可以去诺贝尔银行来都了解去了解你们的故事嘛。啊，对你来讲，嘿，村民一般咧，沙溪地方的民众吼、哦，不时会去个聊聊，去打水鼓，怎么？哎，有咧去望本大家可以，哎，都要提供下哦，打打水鼓啦，也还讲有某个事情的时节，可以提用一个空间，哦，对，作为咧宣传，怎么？嗯，好。哎，陈大哥，一个文化遗产的个想法吼，一个观念改好呢，啊，全部系自家想出来的吗？那个当然也有我的想法吼，还有我那个我听闻讲那个中沙庄吼，因为佮对俺个泰鲁馆的文化特别热心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佮嘛多间很热切因在同俺做推广，嗯，在同俺做结合安尼，啊，俺当然。每位人都对俺家族安热心的，当然俺心的思念，俺一天了太多的推广。哦，啊，所以不管俺去到呢，哦，尤其俺那许多不管那个地方来做展览，哦，展示，从来都对俺那里的设施工，同俺从俺用心的同俺推广的文化呢。从他天数来推广泰鲁馆的文化，啊，你设施工的文化，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可能有听过嘛，吼，有。泰鲁馆有清有名的三座砂石宫，那你陈大哥可以简单地同大家来讲一下，呀，三座砂石宫，哎，人对人来讲，万岁看到台对人来讲，很有某个感情的地位吗？哦，你个深哈，嗯，因为俺很细的时节，俺如果细年的吼，有亲人来去老了哈，嗯，啊，俺要看到俺的砂石宫，哇，莫想象哈，尤其跟他个唐朝砂石宫，砂石哈。咩通到金门的风湿液，哦，都系安平的碱石哈。嗯。但是俺咧石石工完全冇讲，俺咧是贵有的是文化的东西哈。安尼啊，所以讲俺咧石石工是为了俺保护俺的村民，哦，俺的先人为了保护俺的村民而做的，哦，嗯，啊，所以讲家的是文化非常的多。啊，你像你诺贝尔银行、诺贝尔好朋友来到亚片的世界，除了谈都可以去谈一个砂石工的文化故事之外呢，哎，陈大哥，你们还有哪个地方、哪个故事可以来到你们文化遗产地方可以谈得到的呢？然后讲，大家去个时节，去聊聊可以麻烦文化遗产地方的公众人员，从俺们来规划啊。嘿，冇错哈，因为你俺的重点哈，因为弄白。来到那个地方，他家可能去看地宫啊，那个设施去看看呢。但是佮唔地宫啊，俺那个文化啊由来，可能就看到设日尊设施宫呢，哦，嘛唔地宫啊，佮多大影响来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俺有那个文化遗产呢，最重要的点就讲啊，银行入来，俺是得带人去老俺的设施。啊，俺是咧讲俺三十设施的故事不言谈，我通不言讲啊，唔会讲拍拍来，像看到设施，唔知咧个文化故事，哦，咧那个重点，哦，所以讲俺因推广咧个文化设施的，俺个特色的文化。嗯，啊，你是那个多一个文化，许多文化一张，会安排一个妥啦嘛，会先打电话预约嘛，然后讲这只预约时间就由你马上可以来做妥啦咧。普通来讲是拢用预约方式，因为俺摩托讲随时拢听别人人提讲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许有同俺预约，哦，俺如果抢专业，也许讲爱自家带来老三十十四公，哦，啊，俺从头到尾讲俺那个文化故事不愿了解，哦，啊，不愿讲啊来到嘞，真实有了解讲俺菜地的文化。哦，不是还是用电话预约啦，因为文化遗产地方还有公众人员，不过唔系不时都有时间可以来做一个讨论，先预约最改好啦吼。畅快。啊，所以讲见有有团体过来，马龙会同佮直接同佮联络，直接同佮做咧联络，啊，按住个安排时间，哦，来同佮做咧个老人接受的服务，因为按规范让老辈人入来。啊，所以讲，俺嘛要做最好的服务，哦，来介绍同大家了解啊呢。
啊，你是那个云南文化驿站的工作人员，挺厉害的。你看，从头到有讲到国术态度馆，有后路种，又有合作，又有原住民的部分，啊，云南一三的部分，云南全部工作人员都可以投篮吗？没问题。哇，啊，你是那个云南去到态度馆的时间，你看又可以去比较聊谈故事。啊，你云南去到态度馆除了可以谈故事之外，但是讲云南要谈哎点国标的时间，那个地方有哪条可以去打？俺家嘛又跟民俗哈，很多先湖庄园哦，俺家食个非常的好，他家许多个唔是许多推动，俺嘛是咧困到河山河水，尤其俺高速跟水源保护区，真是河山河水好风景，啊，俺家要做住宿的那个服务，还要安排俺的游程，可能一日游、两日游，也是。三日哈，俺拢做在藤原安排了个游场，啊，本人来认识俺国画的俺的国书，嘿，啊，你本跟来多嘞，唔会讲，哎，唔对啊，走进来去，俺要藤原安排游场安尼。哇，安尼过后呢，陈大哥，你看俺呢去到态度馆，哎，有黑的地方，啊，又可以天数可能规划哦，一条龙的服务，可安尼去到个后可以聊个轻松事呢。哇，啊，你态度馆啊，嗯，文化驿站跟其他工作人员差不多一多年啦。俺有三百年。三百年，讲包含台地位嘛？错，啊，冇错。哇，啊，三百年，每礼拜、每年都有台个工作。俺除了拜年公休以外，拢有人台个接个。哦，古说俺呢，拜六礼拜两年的时间去个，哇，全部都可以一起。错，因为跟拜六礼拜年合过多，啊，所以讲俺拜六礼拜几天会有做。哦，啊，因为嘛，我有休息的时间，啊，所以讲，俺一礼拜拜二，俺固定做工友。嗯哼，哦，观众朋友，陈大哥同咱的小哥，国术态度馆文化驿站，嘿，咧，挺好的地方呢。你看，假使讲俺能去到态度馆，唔离奈好了，马上去请陈大哥进来，就底下讲可以奈好去交流的哟，见到文化驿站的精彩故事，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哟。前面谈的陈大哥来说个文化驿站的由来，啊，都在文化驿站底部还有那条地皮的地方呢，继续来请教陈大哥咯。陈大哥，他都有讲到啊，俺们去到态度馆哦，去到文化驿站可以去谈故事哦，买个电路。俺们假使讲爱吃东西的话，态度馆驿站、文化驿站底部有卖嘛个好食的吗？俺驿站底部有提供俺客家的一条美食哈，客家美食，尤其俺个咸盐拌。哦，咸盐拌非常的好食。会到的有食过的，拢会滴入过盐的地方，吼，专讲那个食安的咸盐拌，吼，还有安的板条，吼，安的面扒拌，哎，还有贵州面食了，吼，哇，安尼，安尼除了食的东西啊，有面都讲，条都有讲到，安尼文化驿站底部可以买到电路，匹配的国术态度馆的电路。啊，你呀，底部的电路都在很忙的，很根本你带过来，让人看到的也得嘛。唔单只听得到，俺还有很多东西哈，俺因为木头做下带过来哈。啊，俺尤其俺的文化驿站，俺的最主要产品哈，俺有的味道十四公做出来俺那杀公卵。杀公卵？杀公卵。嘿，也个嘛？嘿，佮唔咪康康来亲像人哋讲诶，铁蛋也爱讲菜叶蛋吗？完全冇相像。冇相像。因为咧，因为我要学食品，因为对我食品我过有兴趣，所以我就下去研究咧个杀公卵。等一下哦，陈大哥，有个杀公卵啊，唔要带过来，啊，拄到好制作单位也请好诶，同来准备好，然后先来送一下有个杀公卵的秘籍，继续同汤来交给一下，好冇？好好。吓，哇，观众朋友，多来买个很多杀公卵呢，看看来，亲像一般那个铁蛋啊，也爱茶叶蛋呢，多来几下个秘籍，还买个也能送一下，有个皮红来亲强呢，安尼神态个。来，同来说的时间啊，同来介绍一下，做嘛个很多杀公卵，好冇？俺咧杀公卵吼，
加油来。做物个拢按讲杀光乱，嘿，按许多日呢，去按做诊所吼去推广。嗯。他家第一个日天不问讲，又咩铁蛋，又咩卤蛋，做物个拢按到杀光乱。嗯。挨做个同仁讲吼，按咧杀光乱，因为按咧故乡主要有杀死工。哦，啊，咱要按咧杀工乱，哦，啊，要按咧杀工乱呢，还系讲，咱有一排那个杀死工文化节的时节，大家拢要拿咱的东西去祭拜哈，啊，因为用三神，大部分用三神，但是有条件没有，俺基本都冇吃鸡哈，啊，俺就是用卵啊去做代表鸡。哦。啊，虽然看到个杀死工方、党方的指点，吼、有安尼鸡春吼，有安尼卤蛋吼，啊，其实都会同有摆出同个呢妈妈讲，我一上一食个杀死工的卵，吼、哦，嘿，因为咧虽然你过天津吼，我上一食杀死工的卵，嘿，伊冇讲啊，我一食卤蛋吼，啊，所以讲俺干嘛讲，哎，俺就咧命啊，俺就咧提案。杀工乱，哈哈，等于嘛推动俺的杀死工吼，啊，也有咧俺要推广俺的杀死工文化是只，就等于讲，嘛有咧故事，有咧经典安尼。也亲切呗，亲带你下来一个故事呢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当然生态狗的时候个，哦，终于滴个，嘛个按到杀工乱，原来系杀死工大侠近视个乱啊。观众朋友，头头按的是要个杀工乱啊，清香哦，按真是某种结论呢，按按啊有某种茶叶蛋按呢，有个清香，其他一个清香的米西，又是把强做的米西里，强告一下神太狗，总用板做出来耶。神太狗，那头头按的是啦，其真是清香，啊有失败去强做的米西，按卤的时间，特别冰的嘛个呀，清甜的呢。如果我阿卵子过快铁树哈，应该是用按的黄姜，哦姜黄哈。啊，加爱，因为爱有研究强错，加几条养生的安尼强错下去吼，下去姜下还卤制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啊，米是汤圆完全冇用用。那个真是一个亲戚辈又亲用合适的电路呢，难怪安尼安尼石头，失败强错米是，安尼陈太公，你这个对做出来研发都做出来，那个时间差不多。半一周的时间啦、啊。哦，我差不多花三十日的时间，吼、一拜过一拜。如果安尼规模去，哦，如果冇成功，吼、就转几组，做处理就跳下来，吼、哇！所以讲，咧研究咧蜜蜂东西呢，唔免讲一拜就会成功，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俺咧个杀工论呢，不如咧杀工论用三日的时间，吼，哦，啊加用个冷热安尼方式。啊，所以讲，拢个路子安尼，过 Q， 吼，啊，唔会停硬，好些特别的杀工卵。哦，原来按好些的杀工卵，用三日的时间才捞会出来，哦，难怪哦，那杀工卵清 Q 又清好些，哇，也清香嘞。啊，你除了一个好些的杀工卵之外，文化遗产底部还有哪条特别的电路呢？有，咱文化遗产除了这个以外，咱还有几多？我做出来的产品哈、尤其俺那边看到的可能都那优顿茶。优顿茶。优顿茶。要个茶是闻很多优顿茶，亲戚辈的名的呢。嘿，没要个呀，陈大哥。冇唔错。哟，优顿茶，观众朋友，伊咧黑白糖都要个优顿茶的名的，蜜糖用的，爽快那些。清香的强做的米西里，啊要个设施也清香一般的茶。哎呦，好深呢！新感冒观众朋友，哇，吃下去马上在嘴底边啊，有一种回甘的感觉，哇，轻松快呢！啊，你优顿茶其实真是名呢，很多优顿嘛，其实个抢手的名诶。冇唔错，其实抢手的名就很多优顿茶。也有种很多名，很多沙巴蛇草。非常养生的一种抢手。所以讲呢。每本联合国许多各方片呢，来许多的种好东西，啊，所以讲爱是做变啊茶包，哦，按方片它个归，讲啊秘方，伊个烧水冲来就牛逼好茶出来安尼。哦，
哦，安尼暗方面啊，全部系俺的农村地方，这个神山的嘛吼。哎，对。哦，安尼除了一个啊，俺看到有个沙公仑的包装，哎，也系恁这个设计的嘛。哎，冇唔错。哦，哎，亲戚伯，等一下哦，神太公啊，看到有个亲爹你写个东西，佮强强的歌诶，哎呀个，呀个系恁这个做的东西吗？错。哎，呀个嘛个东西啊？哎，你温度应加过。应加过。哎，你个吼早晨爱喊二楼一时节，人去田丰摘个，爱说红红看起来拢很新鲜。哎呦，哎，亲爹你写呢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。有个强强的果子，有看到冇？强悠悠的，还有个新的青贴皮，青贴泥香呢。啊你，陈大哥，有个印加果是暗色的吗？没，没。哦，你按印加果最重要，按拿来榨油。榨油啊？按这油个，目前七不油算最好的油，哦，嘛是人讲的，七不加黄油。哦，按这油最重要呢，是拿来七十零。嗯，哦，尤其造成条恐怖点，会对眼咧吸收特别好。哦，陈大哥，讲到一个印加果来榨油，其常用去用一个盐咧来榨油，一个就会印加果盐咧嘛。嗯，错。哦，盐咧比不盐咧上到安咧，安咧一个盐咧，陈大哥，佮几个火锅嘛，火必熟嘅，怎可以榨油？还上上都可以榨油。热天爱炒必熟，能多得榨油。嗯。印加果，因为惊植物碱过重，嗯，所以讲生诶做唔得事咯。做唔得事，是海分用诶。是咧，后轮头要砍得吼，要熟多。哦，一安尼，啊，一个系韩国诶嘛。错。啊，故说一个都可以直接食咯。多得。啊，你可能可以送一下给一个秘书很用诶哦。好。好啊。观众朋友，有听到我听到安尼咬喊一个声音无？现在安尼，这下个米西有轻松反跳哦，轻松嘞。嗯，嗰个陈大哥，那个音架个安尼是放嘞，根本都冲反跳啊，只是讲佮放佮变一些。安尼一个应该安尼是都可以吧？唔是榨油的呀？安尼如此好食的呢？因为那个时阵，按普通时吼，大人在安尼食，吼，按迄会食到过好的东西，含迄滴油方式，因为那个人家高低杯油吼，其实分过高，但是我食到按油需要按斤热热的量，可能我食过多。哦，阿伯今日袂有工业地位，哦，装潢满都是得多。嗯哼，因为韩国的，哎，我是个好一些的，如果是青岛的量的，佮说如果青最早、青松坡安的，哦，啊，你英加果几百糖多呢？啊，陈大哥，你用办法想到有一个英加果的重要的推广一个好的东西。我要种的英加果哈，嗯，含起我伊的阿叔，伊买一罐油帮我，嗯，啊，我两罐油啉过后，我又咁么讲。真是按油嚟嘅，佢按所讲嘅嘅效果，啊，过来我就开始点样方嚟浸嚟嘅印加果嘅养嘅，啊，种下去三个月就开始开花了，开花结果，哦，看到嘅呢人非常嘅正，啊，过来，我就一批一批哦，就引种，引种引多，引种引多，哈，啊，种到。有了量的时间，吼、开始摘的时间，俺就面头讲，哎，俺今二日拿来榨油，当然嘞就又无东西哦，无东西哦榨油，啊，所以讲摕回去拿去帮人做加工，哈、做加工，俺来摕回去像薄荷的时间，拢一粒粒薄哦，用来用剪刀剪，用钳去夹，吼、啊，到今来俺就用弄机器化的，啊，所以讲来滴。啉一罐油，多斤，我得自家得做油，哦，得买油，例如我中间加过来，哦，第二个故事啊。哦，故说陈大哥自家食到一个，感觉一个农产品，唔会差呢。故说你自家想要来种来推广嘛，啊，你应该个对用的可是种都可以来榨油，差不多一久的时间啦，会清油冇？俺的种吼都有好时间，我吃了一，俺吃了一，俺吃了一以后就可以，来引杂引熟线哈。但是俺种到吼，你应该过是多年生呢哈。嗯。是的，太急啊，十年咯。
哦，观众朋友，原来啊，俺们高速太多观音片，还有安溪的农产品呢。哎，大家记好了哟。俺们的英达哥哦，伙食呢，还有某个特别的农产品呢，俺们休息一下，继续过来同大家分享哦。观众朋友，头头介绍的态度观点路系咩亲贴呢？哦，还有那条好高好料的，哎，继续来请教陈大哥咯。陈大哥，阿你阿能头头的按贴片的电路，阿能文化驿站底部还有哪一条啊？诶，我有种个特殊的哈，俺那个修复衣啊，修复衣，遐修复某个东西个呀？那个修复衣哈，我是做好多用墙纸还做诶，对嘛？我研究出来哈。俺的修复液全部拢抢错，俺的不管喷模拟咬毒、咬毒啦吼，也喷完咬毒，也许讲啊皮肤有过敏性呢，哦，也许不用的，哦，也包括讲啊，俺有烂灾，哦，也许讲，要出的，哦，后人头毛上块弄做得用，哦，其实有咧过好的修复作用安尼。安尼有个水粉色适合的，也经用起像修复液安尼吗？俺叫适合的叫很多麻油膏。麻油膏，麻油做膏，是的嘞。用是的，是的。用用嘛是的，哈。但是嘿，俺的最后可能。唔去查下，最后可能骨结膜失落去，啊，所以讲眼底就提外用过多，哦，比如讲啊，本关关节落多啦，也有多伤啦，也有擦伤，吼，也系讲啊有破裂皮，拢做得用，记得等等做咧做完过完全的修复，吼，尤其眼迄有伤口，一般拢好未好些，拢会有结疤，啊，拢会过痒，啊，会影响迄滴疤，吼。啊！俺咧麻油膏，俺咧擦到吼，完全无那个问题，惊肉不疼，伤都转了。俺咧叫做按贴片的电路，其他个产品的材料啊，迄全部迄泰鲁管药片生产的吗？大部分还咧按泰鲁管生产的，但是有迄麻油膏，有到因为有用到中药的方面，俺咧做地脚方的拿了，所以讲，莫都讲完全拢按咧。本地的神农产品。不过它有个最主要的材料啦，也就原料，还有在泰鲁馆这边这个神山的嘛，吼。哎，没错。也还出这个神山呢，也有点好处，可能有的是磨砂药的磨土的种出来的吼。因为俺的农产品做好拢做起源磨土的，不管某个水果，也是强做吼，因为俺田方都做安尼做。所以讲，诶，所有的东西我出去以前，我今天会做模特的检验。今天模特检验，我检验380方的农药哦。哇哇，你看从泰鲁馆一片好山好水，那时候沙药的农村嘛，吼，故说磨砂药的对人也好，对环境也好，哇，过年个人泰鲁馆迄个清好的地方。安尼除了按贴片的电路之外呀，那韩唐讲文化遗产地标啊，还有做 DIY 行场，系咩啊？有，俺 DIY 行场有几多种哈？有最重要就讲俺的油，俺的油是得吃个迄个吃个榨油，尽量榨油哦，吃个榨油咯，落做那个 DIY 哈，甭看到讲啊，一点一点滴出来油，俺吃个榨油啊，吃个来食吼，最健康，又吃个看得到。这是非常特别吼，啊，过来就讲啊，俺那个印加果的叶，俺是得搞研学来做茶叶，茶包，做茶叶吼，就像在泡茶呢，做茶叶，俺就分研学分研泡茶呢，也非常好的茶叶咯。除了咧两方 DIY 还有其他吗？其他 DIY 就是俺的牛农产品有季节性，比如讲。冬天的时节有高丽菜啊，也系讲咸菜啊，也系讲有罗神啊，俺贵有贵多项个农产品，拢会填季节性，来讲啊来做高建做 DIY， 大家来
拢要搞个过欢喜安尼吼，是咧。哦，适度去甲做出来的东西，弥陀佛无强用。嗯哼，安尼亲戚片咧，有诶迄季节先天咧，哦，冬天咧时节长油诶，有诶还迄热天咧时节长油诶，迄咩安尼啊？嘿，哇，安尼安尼，迄个迄无。不但止吼，可以拾到好拾的东西，买到好的电路，也可以搞到亲戚拍的 DIY 呢。欸、啊，你安尼 DIY 行上有汉字讲，哎、欸，米张爷一道拜，也还讲哦预约安尼的方式吗？俺爷就送吼，一张爷俺又判一百发通，嗯，哦，俺一张一张爷又判一百发通，哦，本讲啊，来到银行接来，哦，来去做 DIY， 哦，啊，俺要特别犹太。发通的时间，哦，啊，在平常时，俺主要有预约，哦，平常时俺预约最少要6万元以上，哦，因为俺能够不愿做第二块发通啊。哼哼，安尼一张一百的都无限制人数，这下都可以耶。哦，啊，平常时的话，最少要6个人才可以来做一个 DIY。哎，错。哦，哎呦，真好呢。安尼陈大哥。对文化驿站，你自家在推动，哦，成立都经营都更加好。你看，作为按到按好的电路规划，按到好高的行程，啊，你自家对文化驿站有冇个感想？哦，你本来感想非常的深哈，因为，哎，因为了做一个店，一个文化驿站出来，地亏数冇都有，真是冇也系冇简单哈，哎呀。过再讲有过多人同个天数，哦，尤其安尼职工朋友，哦，同个天数，安，所以讲咱要都做到那个驿站出来，哦，啊，进来服务咱那个所有的安尼来的老了的朋友，哦，不然做最好的服务啊。嗯，就像自家伊个心观都会讲，哎，然后推广个自家故乡的文化，推广个自家故乡的特色，故乡个都顺利一个，也可以行。行下一样的嘛，嘿，错，嘿，啊，所以讲，咧做按最主要的目的，哦，分银行业来，嘿，一条件按咧文化，哦，啊呀，来到咧又实又料又高，哦，啊呀，嘛又电路好带，嗯，哇，安尼陈大哥，头先有讲到公众人员加上枪击的人嘛，啊，职工咯，职工有几多人嘛？我做理事长的期间，按沙区的职工算最多年的。哦，最多年，按你职工很用蛮以前，像用提一个文化驿站地方，吼，同大家讲，哎，人家爱职工哦，大家自个就会来嘛。哎，错。哦，啊，全部系在天年嘛，有爱天年来做职工的冇？有哦。哎，有哦。系哦。对哪来的呀？哎，有按，比如讲啊，隔壁庄啦，啊，最远的嘛有加多台北的跟归来做职工的哦。哦。哇！安尼陈太公，这个行通影响千多年，本太家讲，注意到其实可以来遐做志工，哦，关心们这个故乡嘞吼。因为爱做理事长的期间呢，爱每场自己动作哟。嗯。不管某个事情，爱拢要向下同志工向下来打拼，向下来做。嗯。所以讲，大家也非常对爱非常的帮忙，非常的感谢安尼志工。哦，安尼在职工的互动里边，应该发生到很多神奇的故事吧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两个，让人印象之中有个特别的职工无？安尼职工哈，尤其爱在做那个文化驿站的时节，嗯，因为底部的布置全部拢俺家做诶，嗯哼，哦，啊有俺有咧有两个职工同来提强化同来布置，嗯，哦，啊跟拢也无两公钱呢，吼，纯粹同个天数安尼，吼，所以讲，我非常的感谢，俺优良的职工安尼，同个强下打拼，做一个那个职工安尼个文化驿站出来，吼，尤其嘛，非常感谢安尼中沙庄，吼，阮迄个，沙庄同个天数安尼，吼，同个天规划，同个做过多想法，吼，咱又话都讲，将那个驿站做到很好。不说唔要抢，陈太公，自家一个人吼，对头都咪安尼打拼，怎样安尼安好个生活？其实啦，还有其他的公众人员，还有职工从天数安尼，大家想象啦吼。哦，安尼陈太公对一个文化驿站，你看已经安辛苦四年了，行到更加已经有一个成果出来。啊，未来呢？未来你自家对一个文化驿站还有冇个想法冇？我跟除了讲啊，因提安尼地方吼，为到要保护安尼河山河水。保护安尼体内哈，来跟拢因推广安在做摩托的
哦，他个尽量他个抹杀药味，哦来做种植类东西，完全，哦啊不然湿度，呼吸完全安尼吼。啊，眼睛含有咧过重要诶，伊咧地方眼睛咧推广伊咧很多黑水虻。哦，黑水虻，黑黑嘛个东西啊？黑水虻吼，广告块糖诶都很多弄白死工虫。哦，但是其是佮种过好个虫个哦，其实来分解所有眼唔好个东西，哦，比如讲啊，厨余啦，哈，其因为眼见厨余又做唔得喂猪，哦，但是留着做送一分化炉，有着做去拿去做肥料，但是它还不产生过多个污染，尤其远个送一分化炉，伊会增加过多个能源去分解了条东西。啊，安尼黑水虻吼，按做得去分解的条东西，分解出来的东西，就系按最好有机皮。所以讲，按黑水虻用讲我之前分析出来的东西要安好吼，不管几坏迄个东西，某个东西叫做湿，某个东西叫做分解，但是佮咱们健康，表示讲加能力咱们吼，所以讲按硬推广。哦，你家家户户弄有那个厨余，哦，俺是来利用那个虫子，来分解俺的厨余，又是来保护俺的胎体，又是来有机皮吼，用俺的在农作物当非常的好。哦，唐风嘞，俺是那个，未来的目标啊，我本态度讲行起咧讲永续发展的个观光文化观光的行程啊，文化观光的个总条做么？你看，种个摩托个东西啊，用个遐好个产品，甚至于人工有个厨余的部分，乃还用按好个方式我来处理去。哇，真无简单嘞！希望啊，下一次人呢，果蔬态度馆有摩托个行程，摩托个绿色观光可以行出来哦，好不好？哇，观众朋友。原本啊，唐诶陈大哥咧介绍，咱本人咧有一个印象讲，原来啊，果蔬态度馆迄个亲友文化，亲好高诶咧地方咧，你看哦，有贴片咧萨斯公诶文化，哦，有溪谷冲板安尼，民俗嘅景点，又有按到某中央贴片咧农产品咧登录，哇，下面亲上加加落去，认识一下陈大哥今日咧文化一阵咧。唔怕哦，今日请唐诶陈大哥今日来介绍哦，再一次感谢陈大哥带来安静菜故事从安和的农产品哦，感谢。俺也感谢俺的主持人哈，俺所有的俺的观众朋友哈，俺希望大家拢是得来到俺果蔬态度馆哈，俺睇 Google 呢，只要打上大陆观文化驿站哈，态度观文化驿站，就是得寻到俺。哦，俺要做同大家做最好的服务啊呢，哦，服务大家，哦，俺的本要求俺的文化特色，哦，俺要介绍同大家，哦，有好的农产品，也要介绍同大家啊呢，哦，感谢俺的天气条件的好朋友，哦，有机会来到俺的态度馆文化驿站，哦，来帮俺服务啊呢。哎呦，观众朋友，俺呢等一下去态度馆老了之前呢，先同先生穷下来运动一下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天欣赏了高能亲子瑜伽哦。欣赏了请俺们的太朋友、小朋友来团来来做瑜伽。第一爱的隔壁的是阿恒，阿恒小朋友要来团来做示范哦。俺们小朋友夹夹夹夹来哦，吞欣赏吞啊来做运动的哦。来两只脚来大口来做暖身操，好，按慢慢的数，好，慢慢的，冲油，摇摇船用诶，好，左偏右偏，冰松诶，身体，用诶身体好，可以热起来。按呢做瑜伽，绑拉筋的时候才不会受伤哦。
好，来左边右边甩动。好，两只树中的个叶尾来挖眼看呢，尽量挖太看一些咯，画大圈一点哦。好，小朋友像磨豆浆用的哦，啊，挖太看一些。弯片，好，阿拿来进行，给你的同桌来面对面，同你爸爸妈妈哈小朋友来面对面。来做踢脚的动作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往上面踮起来踢脚，好，踢起来，一、三、四，好，鼓起耶，五、鼓起耶，一、三、四，好，再拜。大巨人哦，好，哎，板狗哦，好，ten，二，脚伸直，三，七，好，古希耶小矮人，一，二，三，七，好，来你做哦，啊，那个搞游戏好吗？小朋友来看搞游戏哦，嗯，哥哥，我都带带，我带。如果你高高的时候你颠，我就要低低的哦。哈，谈爱什么？我们要相反哦。小朋友谈爱什么？嗯，狗狗的时间是太黏了，呆呆，冲跷跷板，跷跷板用的哦。哈，来，我先勾，我先呆哦。好，一，好，弯片，一，冲跷跷板用的哦，来搞跷跷板。训练身体的反应能力，而同哦，不一定抵押相反的概念哦，很棒。好，再来啊，拿来做摇摇船，好，摇摇船，有，啊，加松脚，脚太空来，有啊，有。有多阿破桥，将绳子咯，慢慢的走如何诶？来看看走，好，再来，我们变勇士咯。摇到外婆家，我们要变一个勇士。好，小朋友第一个片，太硬第一要片。好，勇士来一捏上勇士。好，再下去，弯片，转出来，弓箭步，再转出。好，勇士说好，再摆哦，好，走，出来，好，慢片，好，饼干拿来相反，
好，低压啊，如何低压？好，好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过来，面对面，竖大尺，弓箭步再下去。好，翻片。出来，面对面，出在大侧。好，出来，好，更高了，举脚，压动作夹棍呐，好，慢慢的做，可能可以扶持，互相扶持哦。好，来，你先，好，来，可能可以帮小朋友，好，举脚。可以的话，那慢慢的腿不用竖。啊，刚开始练的时间哦，脚慢慢趴，脚七条慢慢趴。好，再慢慢的训练脚神侧。好，慢慢。那更加稳做妈妈的，钢管哦，好，帮我扶好我。那阿公阿婆做唔到唔怕，你都按你就好诶。把那一片弯弯，可以发好，再审测。甲因边生人的甲个爱，冇办法用数，你可以扳伊个肩条，或者扳伊个肩条。好，你可以去扶。好，慢慢的过来，阿来弯片的哦，好换边。好，来换脚，前侧，潘颖可以扶着小孩子的后面，好，先扶着他，还可以发再慢慢的变速，唔可以唔怕，也训练也肌耐力，腿也平衡，先变一只速，好，再变。因为杂数，啊，训练伊个控制能力，肌肉的控制能力。好，慢慢的下来，点歌，温爱哦，比赛哦，加油哦！啊，搬了你的杆条，啊，你要站好哦，好，不可以这样东倒西歪，会妈妈乱抖的哦，好。一个赞，赞，有没有很厉害？没有哦，惨了，那啊加油哎，好好下来，刚刚的两个开始好吗？两个是可能性，互相扶持好吗？好，试试看哦，好，互相扶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哦，头都压片，刚刚下来搞弯，好，交换脚咯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哈，好，阿公阿婆加油哦，可以翻弯弯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。九十，好，我们做到了 ，Give me five， 耶、yeah ！好，来左摇右摇，好朋友，打开来，伸出来，好，给你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有一些难，不怕的，慢慢来疼哦。好好运动，还能下班，那来了。